个齿痕，这个齿痕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大，有没有大字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来大甲溪钓鱼，很久没来这个地方钓了。那你看，你看对面这个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水？半夜的时候放水，哦，水位线这样，差不多有80到100公分，这个水位高差。半夜放水，然后早上就关水了，所以水位会有落差。那等一下看鱼有没有上来这边，这个我朋友，然后上面还有三个钓友在上面。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这一段今天会不会咬。这个地方我大概半年没有来过了，那这里时好时坏。他最近反正到处乱钓，运气好就会遇到了。今天出现1.5号，想要来拼拼看有没有大物。好，然后这只弄十米竿，我的竿子最多只能吃到1号而已，所以我是超线在钓，要额外的小心。我是觉得以日本竿来讲，它的强度其实还是够啦，只是说你不要挂底的时候不要硬扯。刚刚去家园钓具补充了一下弹药啊，然后饵啊、吐司啊，顺便跟老板聊了一下天。老板说最近鱼很凶，叫我线不要用太细哈。哇！没有哦，搞不好是大侠哦，好帅的弧度哦。嗯，开始冲了，开始冲了。哦，帅帅帅！看这个岸边银光闪闪，哇，大凹了，等了很久，终于，爽啊！哇！加油！这只呆瓦的银虎，10.5米的杆子。最长的杆子了，哇！是什么？不小，今天一直来钓呆呆啦，蛮大的哦，大呆大呆。要不要帮你捞？你小心哦，这个时候杆子最容易折断哦。哦，这种时候鱼靠自己的时候折角很大，有没有？杆子折角，哦，要小心。鱼只要一发力，你的杆子就很容易断了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上岸，请朋友帮忙捞。好了好了，靠边倒了也可以。呆呆，
是什么？石冰。哦，是小霞啦，不是石冰啊。哎呀，难不成你就是下课鱼小奶霞？回家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好重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下课鱼哦，耶嘿，是虾面。帅啦！大侠可以吧？哎，今天就熬这一只了，熬到下课鱼哦。永不放弃。哇！不要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叫什么？同鱼不同命。这个也拍照啊？没有啊，等一下。同鱼不同命，好可怜哦。哇！下课鱼，下课鱼啊！哎、欸，看起来真的好大哦。好啦，来放鱼吧。真的佩服你，觉得我很会把握节奏。凹到最后一刻啊！一定要凹到最后一刻啊！现在才，现在要放水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里面都呆呆了，啊，小奶虾了，小虾了，还有一只钓钩头了，这样好像也还可以啦吼，至少是有钓到鱼了，对吧？来放鱼喽！
今天的下课鱼，黄色的，来让它回家，拜拜。哇，这么乖，它要休息一下，它在这，看它在这，让它休息一下。刚刚被我拉起来，现在还没有力。你看这个呆呆很有力了，来，哦，来这边钓呆呆的啦，回家。啊，这个我们新店直潭就很多了，呆呆，这波桃，小虾。小奶虾，来回家。